首先好感激 Mad Hat 送呢棵树俾我哋，因为你代表一个我哋奋斗困难。啊，呢棵树咧叫澳洲火焰木，佢去到秋天、冬天嘅时候咧，咁佢开花嘅时候咧，就成棵树都会变成红色。其實一棵樹好似你咁講咧，係長遠嘅。咁對我嚟講，係種棵樹係為咗下一代。我同你做工作都係帶動成個氣氛出嚟。因為今年就係我哋嘅第十年，咁所以有一句説話就係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我希望呢棵樹可以一直留喺科園，佢係有生命，佢一直去成長，就好似好多個創科咁樣。祝你繼續成功！